We decided to raise interest rates today and expect to raise them significantly further because inflation remains far too high and is projected to stay above our target for too long. 欧洲的部分，它的经济状况其实算是全球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不管是在欧元区啊，或者是英国，他们的通膨率目前看起来就是在强力升息之下是有回落，可是似乎幅度很小，对不对？欧洲的情况是一个特例，因为欧洲真正受到最大伤害的是乌俄战争，因为乌俄战争呢，它对欧洲的伤害就是它靠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的供应呢断绝了，而它靠俄罗斯的能源供应断绝会打击到好几个国家，它的打击呢，一方面就会让它的这个通膨率快速上升，因为它的能源价格都是以倍数在上涨的。另外就是当它的这个能源价格倍数上涨的时候呢，让它的工业生产受到影响，譬如说德国，我们刚刚提到德国的天然气，一方面是它的能源，但更重要就是它是化工原料，所以德国有很多工厂它是直接把天然气拿来作为化工原料的，而天然气一断绝了，或者说天然气的价格增加了几倍，它就无法经营了。所以像德国一个最大的化工厂巴斯夫已经移到中国大陆去了，德国好几个工厂呢，不是移到中国大陆就是移到美国去，对于德国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因为这些大工厂一旦撤离了，你看造成多少的失业，它的工业产值要减少多少，多少劳工找不到工作了，它的整个经济会受到多大打击。所以就德国来说呢，它主要的影响是这个影响，而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是这个我们说它的这个影响的幅度不同。像德国这么惨的国家呢，当然还有一些就是大量依赖俄罗斯的天然瓦斯、天然气或者是石油的国家，其他国家呢也多半就会受到波及了。所以欧洲在目前来看呢是全世界最惨的国家，原因在这个地方。那英国呢，英国的这个不只是它的这个通膨在恶化到两位数。Quite simply, there is a cost of living crisis. Inflation is rampant through the roof. After 4 years, my people feel they deserve a pay rise. Inflation ran at 14% last year. It's in double digits this year. Effectively, people have seen a 25% cut in their disposable income and their real wage. How long can that go on for? Regardless of what you do and what sector you're in. 而且呢，英国经济应该会衰退蛮长的时间。根据估计，大概可能有八季会连续衰退，而八季连续衰退呢，是它100年来最长的一次。而英国之所以这么惨，原因当然好几个，除了这个能源之外，英国本身呢，跟脱欧的这个关系非常的密切。在脱欧之后呢，英国的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就离开英国了，不在英国经营了。英国过去跟欧洲所进行的很多合作活动也因此就停止了。另外就是呢，英国在从脱欧到现在，你看到已经多少个这个首相相继这个阵亡了，尤其是这个特拉斯才50天就下台，它显现出来就是英国在这段时间里面呢，它的领导者非常的没有能力，治国无方。所以他一方面呢，他因为脱欧受到很大的冲击，一方面呢乌俄战争又打击到他的整个国内的这个能源供给，另外就是他的整个这个国家治理呢非常的这个紊乱没有秩序，所以英国的经济呢就比别的国家还更惨。 First, we will halve inflation this year to ease the cost of living and give people financial securitySecond, we will grow the economy, creating better paid jobs and opportunity right across the country. Third, we will make sure our national debt is falling so that we can secure the future of public services. 像欧洲这样不好的情况对于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冲击吗？欧洲这样的情况呢，
其实冲击当然最直接的就是台湾对欧洲的出口，因为欧洲是一个台湾的重要的出口地区，所以当欧洲的经济在衰退的时候呢，它的进口一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台湾的出口一直在下降，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对欧洲、对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都不断在下降。老师，对啊，那像欧洲的状况这么的不好，为什么欧元最近的反弹幅度其实还蛮大的？之前跟美元几乎是1:1，然后它跌到大概30了，然后现在已经强弹到大概3.2、3.3。原因蛮简单的，其实跟日元差不多，就是跌到低点的时候自然会回升。欧洲跌到最低点的时候呢，是欧洲经济最惨的时候，就刚开始乌俄战争，刚开始这个能源的这个供给开始受到这个影响，刚开始发生通膨，所以在那个时候的欧洲呢，其实它的情况是比全世界其他国家都更惨，所以那时候的欧元当然它的币值跟其他国家相比呢更弱势，但是现在呢情况，欧洲情况已经慢慢稳定了。一方面就是它虽然拿不到俄罗斯的能源，可是它已经从很多其他国家呢已经取得替代能源，当然其中美国是一个，另外就是其他的这个周边国家，所以它这个能源问题呢慢慢缓和下来了，而它整个这个经济受到这个干扰呢也慢慢的减缓了，就是它已经从最混乱最衰弱状态呢慢慢回到比较正常状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它跟美元之间的这个币值呢就逐渐的会改善，因为欧元原来是强势货币，它现在呢跌到这个样子呢事实上是已经偏离了它原来正常的价值了，所以现在当它的经济呢慢慢站稳脚步以后呢，它就慢慢可以开始回升，所以它并不是对美元突然升值，而是它跌太多了以后它开始有一部分的反弹，所以可能我们未来看欧元还是要看它经济复苏的情况，可是看起来今年可能没有很好，不，除非今年乌俄战争结束，看起来好像不容易，即使乌俄战争结束还要再看，就是是不是俄罗斯开始恢复供油跟供天然气，如果这两个都实现了，也许欧洲就可以回到跟其他国家一样比较正常的状态。我们在中间摄影棚前天后都是用水神，空间比较大可以使用的是这组，是大概是8坪左右，那么如果说空间比较小2到3坪左右，或在车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比较迷你的水神雾化器，在车上用也是非常的方便，可以来到快点购来买送水神，一举两得。